谢谢你们。其实如果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，要我带上哪一首歌上这艘方舟，其实我都可以，因为不管是哪一首歌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跟着我一起大声的唱。谢谢你们，我知道你们在这一年里面都很辛苦，也谢谢你们带着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名字、自己所有开心和不开心来到这场演唱会。我相信在即将来到的2023年里面，你们一定会过得更好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倒数。